Hello， 大家好，我是戚不善，欢迎大家收看《魏晋传说安魂曲》第八期啊。近期呢，大家也看到我一直在连更这个游戏，我一直在干啊，咱尽快把这个游戏给它干完。我玩到现在啊，好家伙，终于看到一片大海啊，海面好平静，这个心情也特别舒畅。但是呢，我发现这款游戏啊，它每次都是前期特别的美好，到后期啊就特别的虐。扛过了西班牙，所以呢，这个事情啊也没有那么的简单。那次是差点坏了，就是在那儿。嗯，这顿就那一回，没有保护好主人。你？不是我。顿主人和我一个家徽。哦。那这就成一种缅怀了。有的往事你根本无法忘怀，孩子。我明白你什么意思。嘿，你们俩。船往左边偏了，过来帮忙。去拽右边的绳子，我去把左边松松。我明白了。没问题。真是，太有意思了。我这边好了，阿诺德。这边也是。漂亮。水手，还在站岗呢，有什么要汇报吗？看见岛了吗？还没。大海好漂亮啊，水的颜色一直在变，我还看到大鱼了，是海豚吧？有意思。愿意陪你的老姐姐聊会儿天吗？你不老啊。你说索菲亚怎么知道去拉库纳的路的？可能有工具吧，说不定这儿就有，要不咱们问问他。好呀。哎哎，你们这对风暴姐弟，有人好像有问题要问你。你是怎么知道拉库纳在哪儿的？大海那么大。简单，有赛人，就没他们不知道的地方。啊，他们在哪儿？我能见到吗？他们都很腼腆，所以我也经常用工具和地图找路。比较复杂，但我脑子好用，所以。哦，好吧，问赛人更容易。我们能不能去看看你那些工具，索菲亚？去吧，别弄坏了，弄坏了就把你俩扔下去。我可没开玩笑。去货仓看看。这些东西都是他的，我猜都是，要不就是从手下那儿偷的。嘿，看罗盘，我能看看吗？嗯，小心点。好沉啊！那根针会一直指着北边，我动它就会动啊。哼，你不动它就不动了。对了，那个岛在南边，是不是？就是船现在走的方向。能带走玩吗？能，别弄坏了啊，不然索菲亚就要找你麻烦了。往上爬。行。我和阿米西亚甲板架刀。没错，架刀。别招摇。嘿，操作这个肯定特别爽。也麻烦也爽。过来试试。哦，过来呀，别担心，船不会沉。大家可能看到这里啊，觉得哇，这一期好枯燥啊，怎么会这样，一个船上面戏这么多啊。但是主要是想让大家哎感受到他们四个人的关系正在不断不断的变化。真的很爽。那感觉就是大海，就是自由。谢谢你送我们过去。谢阿诺德，我一般没这么心善。哦，他不是东西，我知道，他有他的故事，经历很多，但这不是理由。阿米西亚，阿米西亚。哦，得去看看，不好意思。不用客气，谢了。阿米西亚，快来。
边有东西。哇哦，和雨果的梦境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拉库纳到了。我们都不能分开，海岛大冒险。其实，如果我死了也没关系。什么？说什么傻话呢？妈妈认识的福登学士说我活不了多久。天哪！不是，雨果，别听那个男的胡扯，没有那回事儿。不用难过，我非常喜欢这里，我在船上很开心，而且。我喜欢索菲亚，还有安诺德，只是你不喜欢他。打扰一下，过来跟你们说一声，我们马上就要靠岸了，来帮我一把。总之，要下船了就来找我。行，好。还好还能陪在你身边。阿米西亚呢一直瞒着雨果，没想到雨果自己知道，身体已经快不行了。他只是一个小孩子，他就想拥有快乐或者什么的，但没想到背负东西太多太多了。比如说城市的沦陷，家庭的破灭啊，都是因为他，所以他也是很自责什么的。好，我们来到了拉库纳，但是又能怎么样呢，兄弟们？一个小孩子，你想让他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让他去爆发，我觉得能做到的几乎没有。在他情绪爆发的那一刻，一定又是某个城市倒霉的时候啊！准备下船！哎。好了，几位，来吧。我先上。别等我，船上还有点事情，处理完了就去找你们。行，我们趁天还没黑到处看看，找个地方过夜。没有问题。还有一件事，在这岛上要守伯爵的法律，老实点。懂？明白。拉库纳，孩子，这个花环送给你，有你造访，我们不胜荣幸。谢谢你。看来我们有了新国王。好国王雨果。这就对了，马上就到明光节了，到时候小孩子们都是国王，于禁灵童守护我们的海岛，于禁灵童一样，你们来到岛上就是我们的福气，你们是未来的希望，他也是希望，他能让我们所有人脱离黑暗。好了，开开心心过节吧。谢谢你，再见。哇哦，刚来就这么受欢迎，不知道教会的人看见了会怎么想。看来办得还挺成功。希望我们也能成功。好了，陛下，我们走吧。咱们进梦里了，阿米西亚。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地方。是啊，风景真好。不过现在要去看看是什么把你照过来的。欢迎，市场顺着路往前走就是了，能逛的地方可多了。咱们去看看吧，快。好。哎，等一下，等等，你给我说的那个梦，我想帮你们，不过得先告诉我你们具体在找什么。好吧，说起来有点怪，不过说吧，雨果。我梦见自己在沙滩上醒来，又难受又害怕，然后来了一个大鸟，我就跟着它走，我以为自己要死了，
可是我看到一个池塘，然后就治好了。池塘边还有一棵大树，我每次都会在那个地方醒过来。真棒，有鸟，有树，有水，这三样东西哪儿都有。不过也算是线索了，可以去集市上问问。咱们走。哇，好热闹啊！五彩缤纷，还有香氛。阿米西亚，我梦到的东西可以问问别人吗？不要说那些东西是你梦见的，也不要问太多人，小心点，瑞喵。嗯，我去问。你好，先生。你好，看一看，瞧一瞧了。要买香料吗？改天再说。我们听说有个池塘，水能治病疗伤。您知道在哪儿吗？不知道。不过现在是明光节，得福佑的法子多的是。啊，那就好。这个岛上有没有大鸟？嘿嘿，时不时就能看见几只，你们说不定也能见着。好，耽误您时间了。都是小事。没有池塘，可能有鸟。鲜果子嘞。没错，刚从圣母园子摘下来的。来看看我的花，最适合过节时买了。你好。你好。您知道岛上哪片海滩能找着特别的鸟吗？在这岛上的鸟啊，基本都是海鸥。要我说，这种鸟不怎么招人待见。特别能抢人东西。不是海鸥，咱们走吧。喂，谢谢您啊，祝你们光明相随。啊，您也是。他什么都不知道。哼，他知道海鸥。别心急，雨果。好了，咱们过来问问这边的人。大家这半天没白忙活啊。哦，有谁还想帮忙的话，后厨那儿还缺几个人手。下午好。你好，我们是新来的，听说这儿有个海滩，附近还有个池塘。嗯，还挺明确的。有谁知道吗？不好意思，真的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水边还有棵大树。我们这儿大树可太多了，我记得高原上就有几棵。还是谢谢您。客气了。他们怎么都不知道？梦都是灵界的故事，小东西，跟这个世界无关。我们再去问问。跳舞的、奏乐的都到了，活动马上开始了，快来啊！哈，总算要开始了，去看看。哦，阿米西亚，咱们去看看吗？行，去看看。我们要对伯爵的手下留个心眼吗？他们好像没注意到我们。不是一个队长，不是一队人，不是一个地方，应该不用。好，希望能看到多拉贡人。我倒也想见见多拉贡人。我没梦到这些东西，但我喜欢这个地方，真的是如梦如幻。嗯，这些小岛有时候很适合避难逃命，只是说没有就没有了。哦，别那么悲观，他们到了，肯定马上就要开始了。求你了，就按节奏来行不行，露西？不要即兴发挥。我是给于禁灵童唱诗，需要表现自己的热情。不需要那么热情。好了，专心点，该上了，快走。去年办得那么好，你觉得今年能比去年还好？他们已经排练好几个月了，希望这次还能路过大广场。哎，大家看到了吗？这座城市呢，仿佛就像我们之前去过那个红城，进来的时候多么的光鲜亮丽，让大家特别的安心。那后面呢，我也不多说了。本地的神应该是，大陆现在是过圣约翰周夏至，这个节估计也是求多产、求丰饶。这家伙会魔法吗？他是个神，是个异教神，不喜欢用武。哦，哦，有人跳舞。阿米西亚，有人在跳舞。我看见了。这个舞你会跳吗，阿诺德？你看我像会的吗？我怎么知道？我想看你跳舞。哼，
那你晚生了30年，小子。我自己想象了。拜灵童的仪式开始了，队伍已经过来了。阿米西亚，快来！祝福于禁灵童，祝福圣母。他们来了，嗨！嘿，时间刚刚好。哇，嘿，你可以撒花祝福他们呀。撒他们身上吗？是的。这样吗？祝福灵童。等一下，我要祝福跳舞的人。如果祝福所有人。我的主啊。撒完了，谢谢你。实在不好意思。哦，没事儿，他也是真心祝福。这些人以后不用担心没福可享了。你真厉害，小个子。咱们跟着他们走。行，咱们再去别的地方搞破坏吧。我喜欢祝福别人。我想知道为什么。他们在上边，快快走。别激动，咱们能追上他们。圣母有福，圣母有福，看，圣母有福。啊，那么多人，出什么事儿啊？他人呢？怎么还没到场？我也不知道，大人。好了，各位都了解，我很不善言辞。你们的祭司艾米丽，她马上就会到。值此明光佳节，她将说出肺腑之言，表达她的沉沉母爱。身为于禁灵童的母亲。正是灵童保佑他的圣徒，就是他，来，远离鼠害与战祸。鼠害，我不要。喂，你要干什么？他有我的佛诀啊，米歇。我们说好的，叫老鼠来。等等，怎么你答应他了？难道你救我只是为了让他帮你杀伯爵吗？保住你的小命就要有回报。别想，你就这么利用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你说你好意思吗，阿诺德？我们跑这么远就是为了雨果。你不能坏了事。滚你妈，我自己去。不，阿诺德。意料之中。你没那么好命了。我解决这个。抓住那丫头。坏了，不好，我们快离开，快跑。说到底还是利益。阿诺德呢，就是想利用雨果去干掉伯爵。但你有没有想清楚啊，你刚来到这个地方，好家伙，人生地不熟的，你就想干掉人家地区的 boss 啊，是不是有点不欠妥啊，太过于急躁。雨果又自辩了，他没想到他那么信任的人原来是利用他。你小孩子哪懂那么多呀，就知道没好事，看见没？不能相信别人，雨果。所有事情再好也没用，都会变糟糕，都这样。为什么？我们要回去，来不及了。不，事情不会事事如意，但能让事情变好。怎么做？用我们常用的办法，抗争。我们去拦住阿诺德，免得他坏事。去拯救你的梦想。得换条路回去，越隐秘越好。万一阿诺德死了怎么办？万一他把伯爵杀了怎么办？记好了，随机应变。咱们擅长吗？绝对擅长。这里是个码头，肯定有往回走的路。锁了啊！这道门外面应该就是广场，也锁上了。你看那上边，咱们可以从门上边爬出去。太高了。看看有什么东西能垫一下。好，这里呢让雨果钻过去了。你可记
万小心。我知道，别担心。这里有只牛哥。雨果。好，我们把这平板车推过去。我问你，阿诺德为什么要跟伯爵动手？他说，他的盾牌就是被伯爵给弄坏的。火葬爬，快上来吧。啊！好，小心一点。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这里采用声东击西。准备好了。我知道你们藏在那里，快点走。这个鸟好吓人。它一般会飞两次啊。来，我们继续扔一下，我跑。走，快躲起来。哦，那边吃。好，再扔这边。好，带人，好，哎，哎，失误了，失误了，失误，失误，失误，重新来啊，重新来，抱歉，抱歉。上去。他回来的时候啊，也是可以出去的，但那边那个扔不了，我们只能扔中间这团火，把这团火点燃。好，快跑快跑。哎，错了错了，左边左边左边。好。OK, 加油。快去。上来了，快走吧，快。太惊险了，还好逃出来了。那个鸟吓死我了。该去找混账阿诺德了。听，有人在用剑。这个门打不开。他们在那边，伯爵没死，能让他住手。伯爵是一个真男人啊，一v一单挑。是。我们怎么办？哎呦哎呦！这就是他的兵吗？小女孩，小男。不是，等一下，托，住手！艾米丽，其实伯爵媳妇儿挺好看的啊。不要感情用事，他帮了我们，他们不是威胁。当然，宝贝儿，我一定会弄死你的娘们儿，让你也知道死了心爱人的滋味。哎呦！你这么多年干过几件光彩事情，我早就想把你除掉。你没事吧？先关起来，有时间再收拾他。你在哪儿认识这畜生的？我们是同船的，只聊了一阵子，但我不知道他对大人有企图。如果你俩不是土匪，那你们是谁？我阿米西亚，而这是雨果，我弟弟，他有点害怕。哦，不用怕。没那么多要担心的事情，现在只要安安心心过日子就行了。要不要来我们府里一起吃晚餐？合适吗？毕竟合适。他说的对，这是你应得的。一起来吧。结束了
伯爵夫妇的邀请啊。阿米夏呢还是很聪明的。雨果，来。那喜欢我们家的露台吗？这真是你家？也是你家，真是难以置信。来，进来吧。哇，好大啊！是吧？这还只是府里的一角。哦，要不要吃几颗椰枣，然后再带你们去房间？椰枣？椰枣是什么？你看，是水果。能尝吗？尝呀。好的，不过别吃太多。好。你俩可能觉得这阵仗太大了，不过记住，在这不要叫我什么夫人，我只是灵童之母，我很随性，你们也不要拘束。对，明光节的时候，拉库纳的人都是一家人，都是于禁灵童的亲人。太好吃了。哈哈，还挺识吃的嘛。尝尝，这椰枣味道不一般。你们是哪里人？吉耶纳的，那儿打仗闹瘟病就逃过来了，之前就听说过这儿，来这里就是想过上好日子。那你们就来对地方了，还得往前走，你们俩肯定累了吧，毕竟折腾了这半天。真豪华呀。是啊，真想马上看到住的地方。伯爵夫人的这个热情，我的天哪，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啊。去预备一个两人住的房间。知道了，圣母。她是她妈妈？不是，她只是那么叫的。这是我们的花园，我最喜欢这个地方，太美了。有点太过热情的感觉了。收拾干净了，不是挺好看的吗？你们俩年纪轻轻就跑来那么远的地方，爸妈呢？妈妈在别的地方，爸爸让人害死了。凶手是谁？怎么死的？雨果，维克托，别这么严肃。你也知道我。来，跟我走，雨果。好。看见那些花没？大部分都不是本地的。但我们也照样把它们养起来了。太好看了。这全都是心血和关爱的结果。我们其实和这花一样，咱都要喝水。我们也需要好土，也需要有人关爱。这片土地欢迎你们，只要你们愿意在这里继续长大。当然这得姐姐说了算，是不是阿米西亚？真是太谢谢您了，谢谢您的一片好意。我们去看看别的地方吧，维克托。好啊，走，雨果。这片土地坚强，充盈着于禁灵童呼入的生机。这明光节就是为了赞颂他，希望他能如预言所说回到我们身边。我们是他的父母，也回到大家身边。我们向他祈祷，不是把他当神，而是当作自己熟睡的孩子。我们爱他，敬他，希望他重燃火焰。阿米西亚，那块石头就是那只鸟。等一下，要跟我一起祈祷吗？可以按你们自己的方法祈祷。来吗？雨果，我要跟那个鸟祈祷。卑微的火焰，点亮它的焰，愿它行转，骄阳骄子，光耀人间。光耀人间，光耀人间。谢谢你们，真心感谢。走吗？不好意思，圣母。我们可以给父亲祈祷一下吗？雨果。好的。好啊，没问题，我等你们。好了，就来找我。爸爸。雨果，这个真是你梦到的鸟，你仔细看清楚。哦，是那只鸟，我记得它的嘴巴，而且反正就是那只鸟。好，我们去找他们吧。另外，鸟的事情谁都不要提，听见没？这是秘密。我知道。明天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嗯，新礼袍特别好看，明天肯定万无一失。抱歉。哦，那我们走吧。嗯。真的，我们特别高兴，没想到你们那么愿意敬拜灵童。每个孩子都是世界的未来，一个孩子
都有可能改变一切。确实是这样。到了，进来吧。你们太客气了。哪里的话，你们都是客人，伙房正在预备大餐呢。大餐哎，阿米西亚。嘘。哦，得给你俩找些新衣服，看来你们是赶了不少路。你会杀了阿诺德吗？雨果。他会接受审判，做坏事的人都该审判，他干了不少坏事。不过你们要是愿意，可以上场提供证词。不说这些了，你们先去休息吧，明天再去好好逛逛拉库纳。明光节是岛上最热闹的时候。谢谢你。谢谢。嗯。夫人。姐弟二人呢，再一次啊，是再一次感受到了家里的温暖啊，仿佛找到了真正栖息地，特别有安全感。别担心床，你俩可以随便跳。好耶。